特务的林老师，天天使唤我，酱油就不能网购吗？还说啥在路上多留意有没有什么新房客，这种东西是晚上散散步就能遇上的吗？去，谁家的？来，再来一条。你看这么大的狗狗，不拴绳不安全了。好像他以为是什么呢？不就是个狼人吗？顺便做个绝育。哎，大块头，爷爷带你去吃东西啊啊！有吃的喽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狗，刚才挣脱绳子就跑了，找了我半天。意思里对你好，就是我没力气，死里都一那么浓。